参赛选手侯宇24岁，参赛剧目对花枪片段，行当老旦，饰演角色江桂枝，选送单位北京京剧院。共同欣赏侯宇带来的对花枪。
杀我朕，我心内慌。斩他不过李胜将，你我有文化好商量。离别后我曾多次几世尽，你离家乡偷袭我们，我无主张。我认不认识啊？不认识打呀，日后打呀。话言求不将我心刀被你刺伤，刀子不为把你认，我要许能叫你这负心还是家传的文豪、这个、哎、老夫老妻的让他们打去了，上不着上、打他们家传的文豪。是啊，还是劝劝的好，别让我爷爷生着我奶奶、也别让我奶奶生着我爷爷、上不着。哎哎哎，老婆婆
恩师我教授，寒门怒我福，叫人们笑一场。多亏了当年你花枪没把你全教会，今日叫你尝尝就是当年我们结为良缘的平镇，他可是你的结发之人、不错，真是我的贤妻，真是我的贤妻。老伯父，您要早点上任，不就省得摔得满脸泥了吗？不请宽恕我佛吧，孩儿知错了。奶奶，您就饶了我爷爷吧，虽然我还有爷爷呢。阿伯，再不宽恕伯父，侄儿们不要管了。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罗毅，在你这负心之人，强人怒火把花枪，把一身萝莉铁断墙，自你走后死是在历尽千辛苦的时光，我为你生下若孙子，又奉养子孙温存，小儿郎思念夫君，你们望我朝也盼那母也盼那盼的今日，可知你在瓦岗寨上居家大小喜洋洋，时时望团聚多欢畅，不料想忘了一遍心疼，今日若不看重将面兵将请和伯父母全家团聚，请。